我们来到八仙山国家森林游乐区，漂亮吧？那个山峦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哥。我们现在来到八仙山，我今天打算登上主峰，这个古关七雄的最强的一个峰叫做八仙山主峰，等一下看看，我有一堆朋友，我们，今天就完成这个任务，听说要走8小时，好，现在就出发。这火车袂歹看，你阁买翕一下。火车。嘿啊！你遮遐近者翕一下好无？火车头，古老火车。嘿啊！这迄个哪？在遮看下哪火车头有无吼？对啊，这火车轨道啊。对啊，来，导游。要去撒黑，撒黑木。台宝架，加宝台。台宝架，加宝台。七二米啊，那有可能米279吗？加宝台啊。对啊。一定会加宝的啦。105的啦。推那个。用力一点。木材。好，等下我叫你买一两块钱。好好好。你是去上露营啊？露营。啊，翕相叫翕照相所。照相所换人，嗯，对啊，哎，在路口翕人啊，翕袂焦稳，你看，翕到头，无翕到脚。爬山的感觉。你看无最好一点，你看，吼。你讲是我们家口遐记者同款。嗯，同款啊，不行哦。一个做姐姐遮平安嘞，安尼够有翕到。你要翕相片，叫我现在翕哈，我是要录影的吼。有都有拍到，只是说有没有比较帅的姿势而已。装可爱，装可爱。来啊！翕相要对着对啊！你莫录啊，你来啦。你去边。今日等恁三个呢。你去边？我嘛。无你行嘞。好，我行。你行嘞就有啊，伊就安尼就有啊。好，我行嘞。你安怎？哦，人阮咧坐小船，拢讲吼拍照啦，吼在用照。哎，拍照咱用徛。哎，你咧创啊？露营啊，我拍照啦。一个一个啊，露营票。啊，露营。吼，昨晚来夜冲，今天来八仙山。八仙山，你连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哦，你果然是，你果然是捧公母了。早上班，上班正常，你午夜有较无人做。牛姑啊，人做。叫，哎，叫我安尼叫牛姑。你唔听俺讲，你爱讲后摆人拢唔敢放尿，你都。袂啦，安尼。四度人，我感觉四度迄种凉度，甲种凉度无共。嘿，无共。四度较凉气。凉迄种。哦，你当借住水帅。可是我觉得上一次去三星级饭店好好，不是说要去住一个晚上都没有。哎，跟外国安尼巧啦。你有去偷躲？这个呢？嘿，我的朋友里面还没有像你这种的装。所以我出去录吼，大家都哎呀。都知道这个在露营。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好方便啊！是安怎？加个方便。哎，你上厕所？有人会无？哪位啊？哦，出来。阿金。哈哈，是。各位人，等你一个人。爱收钱。无好啦，你听无？你某这不是听无嘞？真是的。
真是的，要听老黄色笑话就不然，男的男的呀，听懂了还要假装听不懂。嗯，出来啊，那请问九个人等你一个，一人赏500。见钱都不到。哦，又来，人家个静海市的。出口就待了半个小时了。对啊，哎。等下来拍主峰啊！拍主峰啊！灵山。好啊，我们拍到主峰就可以下去了。到此一游。对啊，就跟到此一游一样的意思。今天是弯的。你们车怎样开的？主人好。牛换。我当小资，这不是手，他都还是手机，而且是专门的拍啊。你啊翕相的嘞？啊，人来啊，应该会来啊。哎呀，你都无，真正无人要翕相的，敢叫露营的？你在讲什么？翕相的。来，兄弟，站了，走哥。哎，可以放了，可以进来吗？可以。哎呦，陈庙会本来就漂亮了啦，是啊，我那边穿，请不要说谎，不，请不要说谎，你等了两半年，不用了，小孩子请不要说谎。啊，南哥嘛，啊，我嘛来，南哥来，我袂使讲啥了，哎呀，你们免开讲开的，我开啦，我开了，一二，我袂那么宽，那么宽哦。文达无，嗯，够帅，无好个翕，好嘛，翕到好为止。好啊，南哥开始哦。南哥要开始。对啊，我觉得好热。可以吗 ？OK。你们两个亲爱的，啊，你两个互拍哦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南哥。我们现在来到八仙山，我今天打算登上主峰，这个古关七雄的最强的一个峰叫做八仙山主峰哦。啊，等一下看看，我有一堆朋友，我们今天就完成这个任务，听说要走8小时，好，现在就出发。看这个哦。阶梯险峻，看那个前面的朋友都要拿拐杖，没拿登山杖才可以爬。南哥不用，好不好？心态也很奇怪。我在关了吧。请问歪去啊！
我两个是要甲塞看会倒无？一个塞这边，一个塞这边。你是咧爬山，是咧散步啊？上次阿伯教一项啊，上次阿伯教那个什么？跟那个什么牛气团进团药，秋海棠啊，秋海棠啊，秋海棠，哎，正常你啊放在山顶一个月，他都死不了，你死不了。伊阿袂一个月就死啊！唔是啊，伊拢知影好找食，也卖失温拢无问题，伊阁唔惊寒。卖唔惊寒？他不怕冷嘞。伊若唔惊寒，伊那就阁穿衫裤只。我为了，我为了，他为什么穿红裤啊？冬天阁穿背心。你若叫我厝拄食伫车边啊，烫巴克里啊，迄个安尼，腰子丰富红裤啊。哦，阿贤，你把那地到人阿巴肚底，人地到遐啦嘿。我来一家伙一粒啦，人个本来要揢哦，揢给因某食尔，你共共揢啊，叫咩咯？因某揢伊个出大粒个，拢好个。啊，迄人叫因某。哦。帮揢细粒。咱拢唔知迄是因某啦。无啊啦，大粒个先，啊又紧个嘞，哦，袂歹。食了才是我个，无食干袂拢白食。嗯。落开落徛，你著抓到啊！你若抓唔到，你就等于就知。我们现在在目前位置这里，啊，已经快上上面了。啊，竹林嘛。那我们刚刚登山口在这里了，我们从登山口走下来。是这样吗？啊，那所以我们等一下，所以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再这样子，好，走完了，好，回家。到这里，那也对。啊，你咱伫遮咧，啊，咱开到这边去，安尼哦。第二停车场啊，我们刚刚就停这里啊。哦好。那我们走到这里的啊。啊，这样怎么走八小时啊？这安尼落点咪落落来。是啊，八小时是行到这。哦哦，啊，未到登山口啊。咱头拄仔拍煞登山口。哦。这里叫做八小时，这里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所以我们还在里面呢、啊。对，我们还在里面，我们都还没有进入主峰。我避掉伊无？啊，我避掉伊无？神社遗址啊，来看一下神社里啊。神社是神社，意思是日本的个神社，吓。是吗？神社就是静海寺吗？他为什么没有一个庙？不是啦，他写神社遗址跟静海寺，那我赶快无岗位啊。对，哎，唔过只写神社遗址，啊，静海寺伫迄边啊。我知，是讲来看一下神社遗址是啥物，唔爱去日本看过。哎呀呀，起来看嘛，是遮啊，你有去哩无？无，我要去哩，我要行到迄边去。我想神社遗址应该有一个迄落看起来较像迄落。啊，神社伫底？对啊。顶悬啦，往上，往上。巡游艇。哦，这个啊。鸟居的鸟居彩条啊，那个坑。这是新这两个，哦，这算条啊。这两支彩的都。搞不后边搁有啊，敢无？啊，这嘛唔是吗？变凉亭尔啦，因为这嘛无了对。哦，还有一块瓦啦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！不行，哦，路上非常险峻，南哥走到这里，有点下雨，我们继续往成功的路上走。小楠楠，你来去露营，我煮栗子猪脚给你吃。是啊，这次啊，来煮栗子猪脚。我个。哦，你叫我去露营哦！我想讲你叫我露营，我即马就咧露营啊。还好，对对对。栗子
搁倒一包花生，要猪猪脚的，搁点栗子。哦，栗子可以，我不吃花生啊。好了，那你若要来，我煮卖点花生跟栗子，因为这个季节栗子没出来。栗子猪脚这样也行啊。我搁来去。可以哦，花生都可以。500块的猪脚回来煮。啊！靠生意，靠生意，加两支好不好？两支要1000块，我夹袂起你楼顶，还佫叫赖正成落来搬。啊，爱保庇时阵啊，阮两个无冤家，我才会用叫伊落来搬呢。安尼较麻烦咯。啊，距离嘛较少啊。秀如，你要食花生猪脚，还是栗子猪脚？我两个都要。啊，伊不爱食花生呢。你卖吃。我卖吃，我卖吃，我卖吃。你卖吃，伊也塞花生。我讲两个都要啊，两个都要的是。小孩子才选择，我通通都要。两个都要的是，要整要滚两卡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倒有快歌。好，俊男，你若要来，我一定煮栗子猪脚给你吃，前提是你爱来。有录影存证哦。我先来问南嫂看安怎。南嫂。我若即要即，我若月底搁去，我即马就破纪录啊。好、哦，十个月，几个月拢无去拍。假日永远都处理很没面子呢。咱就是因为有社会地位啦，所以咱逐礼拜拢做。美女啦，带来两美女啊。安尼讲，哪像嘛是的吼。突然发现一个纪念碑，我来看看是什么东西。纪念碑啊，台湾光复纪念碑吗？台湾八景入选纪念碑。八仙山跨越台中跟南投呢。对，爱得爽。那我要走回去南投。好，去。走回去南投。你有看过迄个台中跨越花莲的呀？安尼，午餐，我们现在开始吃午餐。证明恁的蚵仔是对的蚵仔。阮家的。新疆蚵仔。因家家己种的蚵仔。新疆。迄个阮公公，遐袂大粒啊，我是讲要带阮公公专工去熬两粒来。好吃。就小小的，伊进前是做一斤，进到三斤重啊。可是那大颗也好吃吗？可是它种的很好吃、啊，好吃没有，它真的整条都是酸的。要讲杨梅吗？荔枝吗？荔枝，自由。电影是樱花林后原路返回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是。神社遗址，神社的遗址哈，嗯，结果只有两个框框而已，两根柱子的洞洞，哎，洞洞而已，对对对，剩下洞洞而已。我们两个走最快的就是我们，哦，其他那几个都在后面，客串了。蓝哥是最厉害的。对，蓝哥最厉害的，而且不用拿那个登山杖。对，不是拐杖，是登山杖。他是比较年轻。啊、哦，是，蹦蹦跳跳。所以要多多支持蓝哥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小铃铛。哦，开启小铃铛啊！对，哎，你厉害哦。要不要一起来？当个网红啊！我惊小红。我们廖董太怕太红了，嗯。